我媳妇儿这点研究啥好吃的呢？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买一盒这个牛肉卷儿，这个、整的是金针陪牛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啥呀？这叫明天见。啥意思？这你都不知道明天见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今天吃完了之后，你明天一样的看。差，意思就是金针菇吃进去再啥样拉出来啥样是吗？那对你这种不嚼的人是我得嚼得挺碎。你嚼也没样。哎呀，等着，开饭了一会儿就兑一个小蘸料，来特写啊，这是蒜末，然后辣椒酱。还有牛肉粉一勺，再来点盐，这是盐。啊，这糖啊，嗯、啊，白糖，我真怎么放那么多呢？啊，白糖，白糖，不好意思，说错了。再来点芝麻，白芝麻，辣椒面，再来点水，也有放雪碧的，放雪碧也好吃。这个，这是海鲜酱油，搅拌。开始做饭了，起锅倒油。哎呀，我锅下油，哎呀操，不行吧这样，这不糊了吗一会儿？翻车了，这不摆了，本来是摆里的。别加水了。嗯。不、哦，姐。把牛料汁倒里。完事儿，盖盖儿，做好了，准备出锅。哼，哎呀，你一个一个来啊！哈，这勺子里忙，马上开饭了。我这一